神采飞扬，大吉大利，哇！南无天上圣母菩萨摩诃萨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恭请董事长揭幕。请掌声喝彩。是您上人世开，是您上人世立，今嘛是要是个小麦个上大哥。恭请天上圣庙妈祖娘娘保人上座。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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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恩威显赫，正殿光明，哇！庆乐之宾，庆高托甲，哇！拜。三鞠躬，东京妈祖庙入伙安座圆满礼成，请鼓掌，谢谢各位。各位贵宾哈，请坐。把庙盖起来了，那下一个想法就是说，我们在2020年为止，在这条街，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台湾街，或是说我们中华的妈祖街这样子，这个是我们的下一步的一个努力的目标。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所以呢，我是不要去庙的人。不过呢，我个人囡仔是也要对妈妈去拜拜。啊，不过呢，在拜的中间，家己的心肝内底就是有妈祖的尊。伫这个所在，一旦去到妈祖庙，这个所在大姑婆是咱台湾人住伫遮住上济的所在。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有一间妈祖庙伫遮的是啊，拜过年过节。啊，搁伫这个，咱这个合作有一个凉亭吼，就是讲后摆像讲，阮中渐渐拢聚会啊，啊，大家人拢会使来遮饮茶嘛，会使啊，过年过节嘛会使来遮过年嘛会使吼，安尼啊，所以呢，这是第一步呢，今啊，所以讲希望讲大家，后摆都爱常常来妈祖庙佚佗吼，今仔日非常感谢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看到妈祖庙的成立啊，那我们旅居日本的侨民啊，在信仰上啊，有一个中心立足点啊，然后这么一个吉祥的日子跟大家在一起啊，感到非常愉快。的确，有这么样一个妈祖庙的存在，让大家侨界有一个向心力的场所，大家平常啊也能够有一个聚会，交换意见的这种场所，我想对于侨界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。所以祝福东京妈祖庙香火鼎盛，在妈祖的庇护之下国泰民安，侨界的各位朋友各位大德身体健康生活快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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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